另外一通电话呢是，哦，还是神经病，哦，不是，哎呦，借五十万，两姐妹共同来套好圈套，来借五十万啊！我们的朋友都很穷，对啊，我没有认识有五十万的人，有，刚才一百万的朋友、啊，电话里面就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眼看也只有小轩了，范小轩就找他，他那么有钱，对啊、他多赚呢、啊，可是他好像不，他的钱好像。不大容易，那才好玩呢、啊。你的理由如果够的话，他妈妈就跳出来了。讲什么？讲什么理由？所以说你们两个一定要一搭一唱，双簧要唱的很好。要哭那种是不是、嗯？可是他不知道在不在家，打打看可不可以？喂，小轩吗？嗯，我是西弟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。好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怎样？那个我们公司最近不是在告我们吗？嗯。然后现在我们那个官司有点出问题，然后可能要赔他们250万。赔他们啊？对啊。然后我们身上也没有这么多钱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有开店啊什么的。嗯哼。我们现在加起来也只有那个50万多一点点。嗯哼。所以我们想要跟你借。怎么会赔他们呢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输了啊，现在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样？你妈会愿意那个？你妈会让你帮我吗？我跟她商量一下，因为我钱都在她那边啊，所以我要问她。不过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？你确定吗？到时候你自己愿意啊？如果你很为难，我是愿意啊。可是，哎，小轩，啊，你觉得你大概可以借我们多少钱？那不就250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50几万了。哦，那就200啊。你可以借我们200万吗？可是我要问我妈耶，好像蛮多的。你妈会不会生气啊？啊？你妈会不会禁止我们交往啊？我不知道，不会啦。可是我要先跟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跟她讲啊？你要不要跟我妈讲？可我不敢呢。真的啊？哎呀，好，我跟她讲一下。你等一下哈，你等一下哈。喂阿姨吗？嗯，我是西弟。西弟啊，阿姨，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啊？干嘛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不是在告我们吗？嗯，然后现在我们那个官司输掉，然后他现在要求我们要那个赔他们250万。真的啊？对，然后现在我们凑一凑，只能凑到50几万。那妈妈知不知道？我妈知道，她现在也没有办法。真的啊？对，所以我们想要请阿姨，可不可以借我们200万？200万。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的话，我也没有关系。真的、啊，你不要哭。嗯，那这样子，你什么时候要？嗯，明天有办法吗？明天啊？我们只要有办法，一定马上还给你们。我知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因为我要先去跟公司，也要借，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，我也要去跟公司先借。那阿姨，那大概要多久？我明天去跟公司讲，我看看我请他最快那2天之内好不好？2天之内，可不可以？真的可以吗？我尽量去咯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们真的很不想要给你添这个麻烦。不会，你不要，我吓了一跳，我有什么事情？那妈妈现在怎么样？我妈现在旁边非常难过。真的啊？她也是找很多亲戚要帮忙，可是你知道，我们没有亲戚那么有钱的。是，你跟妈妈讲不要难过哈。那我等一下我就先联络公司的经理看看，然后如果明天能拿到的话，我叫看轩打电话给你，看怎么来拿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。不会，不要哭。没有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那你要不要跟轩轩讲话？那我们明天就来拿了。啊？我们明天就来拿了。他是谁啊？你是哪位？我是徐乃麟。徐乃麟？对。你不是他们唱片公司啊？我在做节目啊。啊？徐乃麟，徐乃麟干嘛？成功！非常谢谢你能借我们小 S 200万啊！你做人不错。你哪一位？不好意思哦，你是什么心情啊？哇，小轩的妈，范妈妈，哎呦，真是不得了，这种女中豪杰啊，这种情谊啊，我真的在演艺圈啊，真的发挥的这种情谊啊，发挥淋漓尽致。真的也太感人了。人家说我们这行业是最现实的，其实不然。现在是在干什么？
小轩啊，小轩你那么乐啊？哎，小轩，你妈怎么会答应借我们钱啊？对啊，我快吓死，我都不敢跟你妈讲。而且范妈妈，你看那种做母亲的风范，马上安慰她，还问到她妈妈现在怎么样，她妈妈在旁边哭泣。啊，小轩，小轩你妈人太好了啦。哇，小轩比较好，小轩你有一点比较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说这个，他们说，这样的话，你妈妈会不会禁止我们当朋友？你说我不知道。没有开玩笑的，可能，可能，不是，有人说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。坏啊！小轩，对不起，我们害了你。不是，小轩，我们跟你妈妈讲两句话好不好？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好。喂，阿姨啊，是，我是西弟啦。嗯，你有没有生气啊？没有没有，你们吓了我一跳。我想那个人怎么唱片公司就在你旁边？你以为人家压着他要要钱的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说奇怪，你是被他们怎么样了是不是？他还说徐乃麟，我吓的。徐乃麟，嗯啊，我们还好穿帮，要不然他们范妈妈，哎，照范妈妈这种个性，一定马上报警的。对，哎，报警处理。对啊，他有正义感。不过范妈妈这个个性啊，真的哇。这个范妈妈，我真的缺钱，跟你借，你会借吗？你不会缺钱，你比我们有钱多了。哎呦，你讲这话，小轩，你看这几张专辑卖的卖翻天了，真是。范妈妈，啊，我曾国城我真的缺钱，这你可以相信我了。哦哟，你们整我哈，这个母女情深哈，今天母女情深，你看这时候还享受天伦之乐。我们现在打电话是晚上10:35，这个感谢我们这个范妈妈还有小轩，谢谢阿姨，今天我们这个听玩笑电话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不会，好，祝福这个小轩的这个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啊，谢谢小轩，好，任务成功。恭喜！200万呐，啊！好紧张，我们的朋友很够义气吧？今天我们这个扣号红不让一样是相当的精彩，我们再次掌声热烈谢谢我们的 SOS。